这个桥只看到一次，过来。再来一个。大的也不是也是大的。再来一个。那应该是这样子来的。这样没人坐。好像是这样子来的。对对对对。这边没人开哈。嗯。有点雾。我这边的很多船看到那个。船那种房子顶上都是这样子的。对。还有那个噻，满江红，还有那两个号呢，是晚上那个的。也有漂亮的，哇！都把下面的房子顶上红灯儿。哦，外壳外壳哈。嗯，这是船呀。那我这咋过？那是不是有点近？那下地道。那是车门大桥吧？哎，应该是。对头，对头，对头，两座桥那个，两座桥。这是地方高了，还是有个房子啊？河中间的吗？那里滨江路嘛。滨江路。滨江路它是扒到这个转了一圈。对的。你为啥子觉得像河中间呢？都是那几个红子底下呀。嗯。刚才有几根树的杆，看到都是那个蓝色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起来远，看到就像倒影一样的，像修到河中间的呀。哦。是那个的。哎，是对的是。哎。啊，专门是那个设计的哈。哎。那像我们那音响差了。音响反差，哎 ，W F 是啥东西来的？那个是吧 ？W F 是的，搞过去，哎，英语过去吗？哦，英语是 I F 是 ，W F 是啥子？反正那个看过去的话，叫你个忘好噻。那个，不是。我的那个眼睛看到全部的桥啊，看到全部的桥，刚好的，刚好我们到的那个，你上来，没去，他那个位置，他把后面，你晓得多少？大小都在玩儿，对对，老早早，还有老早早，因为他在那个位置，我上来，原来呀，中间那个路，多的说，我，老哥，老哥。一个屋里，老哥，老哥，这还去呗？大家好，啊，大家好，